将礼物拆开是一张简单的桌子，但是这张桌子所带给这位小朋友很大的快乐。妹妹，你现在坐在这张桌子的感觉怎么样？很欢乐。有没有很开心啊？那你以前有没有桌子可以坐着看书？没有哦，这样会不会很辛苦？嗯。所以有了这张桌子很棒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以后会不会用这张桌子好好的念书啊？会。新的册桌啊，是陈心灵师为关怀小朋友的礼物。另外，环球托儿所阁送了新的架啊，给因来披纱。今年有2000位小朋友像伊同款，会当摕到圣诞礼物。感谢哦，真的，有2000个小朋友在云林、屏东跟台东哦，他们在圣诞节之前会收到他们心爱的礼物，那些的情绪，那些的感觉。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环球科技大厦这项为家福儿童募集礼物的活动，为几百分一直到今年的2000分，对主办的托儿所来讲，真正是不少的压力。在无薪假的当下，我们这2000份对我个人来讲是压力非常大的。好的事情要大家一起做，我说过我们个人只能做小的事情，但是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好的大事。在这边我要感谢所有的人。虽然每年举办都有压力，不过可以看到小朋友的笑容都是英雄快乐的事，所以校长也决定要继续送欢喜给小朋友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那这个我想只要我在环球担任校长，那么所长还在这边哈，担任互托所长，我们就继续办下去，好不好？一分一分的圣诞礼物，透过环球舒心含囡仔的手，要传予云林、屏东含台东的小朋友，希望因会当伫大家关心之下，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